十二日起，中天综合台最新一季《中国好声音》四。阿东、张成忠拜票处女秀，只不过这握起手来还真的有点卡卡的。应该怎么做？不要说你是谁吧。哦。你要介绍一下。对啊。好。为什么要对着他们介绍一下？转头问了拜票握手，这手该怎么握啊？有点尴尬。有阿妈握的手，民众合了照，反问这人是谁啊？你太太我不知呀。爸爸看的。多练习自然就顺手，台上喊动算也是初体验。好进了。在里长高呼下，阿东举手有点掉拍，只不过凡事都有第一次嘛。一个里长电话都打完，感受到的怎么样？这一点能够帮帮忙，同时有一个人挂我电话，到太太会有机会跟你讲好这个行程，尽量不要，尽量不要。张成忠参选立委，在脸书上po文陈真义工，说他可以帮忙瞧到演唱会的门票或是篮球赛的门票当回馈，让网友质疑难道有特权吗？让他赶紧在脸书上道歉。我当然就尽量帮忙啊，但是我也不会去做不对的事情。阿东强调自己以无党籍参选，不靠太太 Selina 的名声，而这次对上国民党内部评估最稳的费鸿泰，深耕地方多年的杨石秋，还有社民党的吕新杰，绝对是一场硬仗。出身政治世界的张成忠重新出发，一切靠自己。记者黄明君、朱显明 S 小组台北报道。